找着了，找着了。哎，你帮我再卷一个。拿老婆的。嗯。16块钱是吧？对。咱老脸比较大嘛，我就不了。找到找到。付货了哈。吃饭不吃啊？不搞了。知道什么啊你？刚才那勺子下面还有一个炸鱼，现在是旁边就这些，哦，中间那些，就刚开了，嗯。酱没有吗？这个酱，麻子酱。水倒多少？还行。给过了啊。收到了。收到了吧？这不跟吃的那次一样吗？我知道。这个什么？